2019年7月15日，李光洁高调现身北京机场，而这也是他宣布与娇妻学妹结婚后的首度现身。照片中，李光洁身穿白色宽松印花 T 恤，搭配黑色休闲长裤，头戴黑色棒球帽，打扮十分低调了。在镜头面前，老戏骨李光洁并没有感到害羞，拍照全程不是瞭望远方，就是一路保电话中。看似再次脱单新婚后，李光洁的精神状态很是不错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